今天查一下那个，若引力场所满足的那个爱因斯坦方程和根据那个加上那个洛伦兹规范条件得到引力波的那个方程，然后在这个推导我有一个小问题也提一下，还有后面也想请教一下，想个办法，就是测，因为我看资料它是测量的那个光在有引力波的环境下的那个光程，它是光是光速的嘛，所以它沿着走世界线那个间隔是 ds 平方每米，但是我要处理一个中微子是略低于光速的时候，它的那个走的那个距离，我不知道怎么算。首先是我先讲我使用的宾格罗夫斯基互归是多数为正的互归，然后的话爱因斯坦方程是爱因斯坦张量等于它一个引力常数在一个这个是能量动量张量，然后其中这个爱因斯坦张量是一个数学的量，它的定义是一个离奇张量的缩写，就是将这个两个指标离奇张量缩并掉，就没有指标，然后两个的指标的结果是有四个指标的这个缩并，最后的话这四个指标的离奇张量是这样定义的。当写伽马是联络，然后最后再取定一个度规的空间里面，这个联络是可以写上的。这是爱因斯坦方程，后面是我们要用到一些数学的定义和一些定理。然后对于弱场，也就是说，我们取度规是一个平直时空因和实际度规，再加上一个小的量，这个小的量的大小。每个分量大小它都是元小一的，这样的就是一个弱场条件，就是说它对一个平时时空的偏离是很小的，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对一个张量的升降的话，
漏场的一次项，一般的话我们就把后面的省略掉，就是它的升降直接用品质的明可罗夫斯基度规来升降，然后这样的话联络就可以，我这里推导一下，对，这样的话联络，例如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就等于其中第一个 G medium 我们可以用 eta medium， 因为剩下一个是我们可以是写 H 的，还有加上 H 的有一次，然后后面括号里的话呢，由于这个是这明可罗夫斯基度规是负一，它不依赖于坐标，所以这里就等于，所以这里对于这个坐标偏导一塔的就等于零，所以就是 H 的部分。那因为，把这里的这个 H 部分停，后面就是 H 的有二次项，因为它很小，我们就可以约等于二分之一。可以看到，这里还有注意点，就是因为联络它是 H 的一次项，所以我们后面也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张量，它的一个斜面的导数，它就会是等于它的。直接导数再加上一个，就是联络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一次，那就是H 的这样的一次的项，然后它我们因为 H 很小，所以这里就我们就忽略掉，就它就也就是说。任意张量的那个斜面导数就约等于它的那直接导数，然后那现在的话离奇张量四个指标的我们看到，以及照亮这里，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联络对坐标的一次导，后面是两个联络相乘，所以，前面的我们先照起。这个是四个指标还是两个指标？四指标。哦，那是黎曼张量。哦，黎曼张量。就是联络的二次项，那它因为这里看到联络就是 H 的一次项，所以这里就是前面这个就是 H 的一次，后面就是 H 的二次。所以我们就忽略掉后面，就只取前面的，就是
那它的缩并就是。我们忽略了 H 的二次项，那就剩下的我们根据这里的得到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变成按这个导数，你写一个逗号就行了，因为一个逗号后面全都是求导，两个逗号。然后我们每一项，看这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项，其中这个一我们写出来，那就是。这两项，那剩下的这一项是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看到，去做一下。就我们看到这里是，因为求导，两个求导的指标是可以交换不变的，就是先对 mu 求导，再对 alpha 求导，先对 alpha 求导，再对 mu 求导是一样，所以。应该是对这两项就会相抵，这两项因为前面的那个符号相反，所以这两项就是相抵消。那最后就是这两项。
一塔相当于将一个指标上升，而且因为我们斜面导数跟直接导数就是近似是相等的，所以这里就是直接把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比如说把那个 lambda 就是的指标往上升，这里就会变成第二项的话，就是在肉上近似下，就相当于把这个 H mu nu 啊，当成了一个敏波和斯基式，它们一个敏确度归下表张量。对。对，你那个，还是像原来在弯曲度归下那斜面导数啊之类的，其实已经把它在肉上近似下。你已经用一个敏式的度规，然后敏式的这些导数来研究。对。这个。因为就相差，它对于一塔来说就相差。更高一级的这个微扰嘛。然后你还要用那个规范条件是吧？消掉一些冗余的，把这个方程变成一个波动方程，对吧？对，后面会讲到，就是这里会有四项，然后会消到后面三项。剩下前面这一项，那就是波动方程。接下来讲就是，你先写下来吧。然后我们看这一项，这一项我们定义一个缩并，就是一个 trace， 它就等于。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一串是像一个指标向上数的，所以第三项是，那么这里第二项就会写成，这里的话我们最后一项我们是把那个 alpha 上去的话，那这里就变成是一个，然后因为这里 lambda 是一个缩并嘛，所以你可以把它换一个指标，再把它换回 alpha。 那这个你加上就会变成这种，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八的一个变换，就是 H 是
这 H 就是 H 命令的缩并，刚才讲到的。的一个说定，它应该是根据定义，它应该是因为伊塔是负一。所以两个一塔一塔命令一塔命令相乘，它就是前面就是这些就是 H， 然后后面的话一塔命令一塔命令，那它是负一一一一嘛，所以它就负一乘负一加一乘一加一乘一加一乘一就是四，然后再给 H， 那它就是负。所以这一项它就是，这一项这两个就刚好是它的，就是，也就是说它两次变化就变回它自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变换的话，其实它是线性的。对，就是你可以直接从这个看出来。因为比如说你前面 H 命令加系数 A 的，这就会都是 A， 那这里也就都是 A。然后，比如说两，如果你不仅对 H， 比如说这个 A 加 B， 那这里也会有一个 A 加 B， 这也是 A 加 B， 所以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变换，但它。我们如果对 R 命令做这样的变化，那它其实就是对里面的每一个 H 的分量做变化。而且这里对于上下指标也是可以做的变化是形式是相同，因为你上下指标其实相当于前面成一个度规，也就相当于成个系数。那刚才讲到这，因为这个变化是线性的，所以你对下指标的变化形这样，那对一上一下或者两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些指标都可以直接。然后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就这里看到，这个变换，这个 eta，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 g 命令，在一级进行下，它就是变成一个 eta 命令，所以
所以就是爱因斯坦张量，它其实就是在这种近似下，它就是它就是取个八的变化。所以爱因斯把这个结果带入爱因斯坦方程，那它就是负八。这就是弱场的一个爱因斯坦方程。那这里我们，在因为这个，我们的话再取一个规范，其实这个规范是源自于，因为你原来是个爱因斯坦方程，实际上你这个，你这个爱因斯坦张量它的独立分量数是没有，而且爱因斯坦张量是好像是一个反对称的，是吧？对称的。对称。对称的，对，但它还而且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不等式。不等式。就它数学上还满足一个不等式。你说满足比安基恒等式。对，比安基恒等式，然后它的，所以它独立分量就，如果你只考虑对称性，它好像就是，1、2、3、4。反正它的那个对称，它的那个自由度就不是只有一半，那对于这个。多少个自由度？四个吧。四个。它本来是16个嘛，然后因为对称的话就是10个嘛。然后10个的话，又因为那个等式的话，然后再加上那个，再减掉就还是六。对，还是看一下，只有6个是吧？6个。但是这个什么问题？好像就是6个，然后本来是16个，然后最后是10个。对，反正就是因为它比较前等式，所以你可以加一个规范，使得就是保证它的那个最终的自由度是6个。那你的规范？取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取一个负的自由规范，就是就是一个一上一下的那个 h 八，然后再对 alpha 取一次导，然后缩并，它等于一个这个叫做洛伦兹规范。那取这个规范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项，就你只看这个部分，那它就这个，然后这一项，因为这两个是可以交换的，所以这后面就取这个规范，在后面就可以。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一项的，我看的书上是那个，首先是这个条件这样，然后对于
这样的一项，我把它缩面解开来，那它应该是。书名解开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很多书上他认为他这一项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这一项他这样一项目不知道对不对，看一下，对，哦，就是我有一个疑问是从这里能不能，就我推不出来从这里能推到这里，然后他书上说因为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根据这个，你可以比如说取某个，把这个贝塔坐标这样一取下来。那这个显然就是你看，你再把这个交换一下次序，你就看这个部分，它就是满足那个洛兹条件，那它就等于，它是从这个到这个的过程，这是一个也小问题。那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如果这一项我们也消掉。嗯，它可以把这个成立，那整个就变成问一下，这个 h 前面呢用的是 h， 后面这个 h bar 是 h bar， 我查了，就是最上面这一行的这个变化，就是挪那个，就 h mu nu bar 等于 h mu nu 减二分之一，它 mu nu h 是当时那个球体或者说是投币。这个变化是因为它的这个是对应的。哦，那如果，嗯，而且我们忽略掉所有的 h 的二次性，因为 h 是个小量。那这个就是一个波动方程。因为波动方程我们看到这，因为这里是对上下两个 alpha， 就是上指标、下指标都对一个缩面的指标去导，就是这个上指标。
波的方程里面那个算。那么大概就我们也算一点，但是也算成数。然后的话，后面就下次再说。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就这点，就是说他在后面他讨论那个在这样的落场下的那个距离的时候，他是计算一个光的，因为我们知道光它的光的速度一比 c， 所以它是它的那个走的那个，可以说走的那个运动轨迹，它的间隔零度，然后它的间隔在弱场下又是等于，是，因为后面我也没仔细推导，就是看到这样的形式，就是哦，它是沿以赛方向传播的。矩阵它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推到，但是我猜它应该是这个解了那个方程，对，解这个 h、哦、就是这个落场以后的其中一个分量之类的，它应该是不依赖于坐标的一个量，记得应该是在真空中传播的，然后它解了之后好像有有它 h 正，然后还有另外就有两种偏正，那是把可能是把什么 h 一二还是什么之类的组合了之后，那个原偏正自己是，对，我可能下次再说吧，因为那个推导还推到也没推完就，然后问题是这样的，它算这个有效的。这样，所以它的时间，算的时间是可以这样算，但是如果对于我不知道对于那个比如说中微子它 V 是比如说是 C 减一个很小的量，比如说是 H 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算。这是他 DS 平方的，而且他也 X 轴运动化了，后面就 DY 第一次就中微子，用可能得用那个什么，用
测一线方程得到速度，是不是？那个应该得用测一线方程，对，应该 h 你也可以，你把那个伽马可以表达成那个 h 嘛？对。然后得到一个微分方程。是关于那个四维速度 u。对。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四维速度求出来，应该也可以得到，然后可能再积分也可以得到距离吧。对，还顺便说一下，我还做一点量纲分析。当时还没和那个做过那个写过两个脚本，就是说它的那个偏振的那个形状，都记不得了，好久以前都教那个冯夏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哦，是用那本那个 first course。对对对对。你那个你用的是哪个 reference？ 这个叫Gurus 的。Shoes， 就那个 first course。一般的话，我们有一个中位子圆，然后它经过一定的距离到达一个参照器，然后它的因为有震荡，比如说你原来是 U1， 它到后面就有 U1。如果你中位子你是考虑它的引力效应的话，你就把它当零质量粒子考虑，因为你看它超新星爆发，它很遥远的地方，它传到地球来还跟光差不多到达，你不用。区分它跟光子的气度。如果是只是从太阳，比如太阳中位置到地球这种距离的话，它绝对跟光子没什么区别，那种传播的速度。你看，很遥远的超新星爆发传到地球，只是快了好像几分钟是吧？中位子只是快了几分钟。哦，那我就直接把它当光了。对，把当光处理。嗯，那就简单。那我顺便讲一讲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圆，然后它传播一个距离，比如说 L， 到达一个探测器，那因为它有一个震荡，所以比如说你一个电子中位子，它传到一定距离之后，就不只有电子中位子，有别的中位子，然后比如说它的那个。它的密度或什么，比如说我们取一个，我们记为 phi 的，那它的 phi 它就是，这是两种的比例，对，跟这个距离有关。然后当一个引力，当一个引力波过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引力波，它的周期比较大，就是当你，比如说它的这个 l 除以 c 和这个一个。然后引力波过来，它的频率是 f 波长是多少？这样的话，如果就是 f 分之一，就是它周期是等大于 t 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在传播的时候。它的引力波还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度规还不很，依赖于时间的项很小，
我是说这样假设，因为如果你反过来想，比如说 f 分之一远小于 t 的时候，那就是说它在传播的时候，这个引力波已经震荡好几个周期，或者甚至比如说100、10000个周期，那因为引力波，比如说一个正弦波，它是这样的，然后当你计算距离的时候，距离的公式是这样子。这个是坐标差，这个是那个观测者的思维速率，这个是度规。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正弦的话，而且正弦比如说它很密，那么当你去算距离是要做个积分，你一积分的话，那正的部分、负的部分一抵消，你这个变化就会很小，就是你这个实际这个距离变化就会很小。我们现在假设一个f 分之一远大于这个传播时间 t 的时候，一个中位传播，那它比如说它出率就是那它的一个距离，我们看这是平直部分，这有个波动部分，我们也可以测量这个波动部分。引力波过来是怎么影响这个中心的震荡？就是说它的传播的距离。嗯。比如说传播距离，我们可以这样算。嗯。这个是度规。嗯。这个是观测者的四维速度。嗯。这个是坐标差。嗯。这是一个小的距离。你一个有限距离，你就做个积分，对吧？然后你的度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这个因为你观测者，我现在静止观测者。它是一个常数，它就1000，但是你的度规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平直，就如果你仔细考，就是到这里当然也可以包含什么太阳场的引力，但是总之这是一个相对背景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部分可以是引力波的，因为它线性的一个积分，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跟引力波无关的一个距离。就是影响了这个中微的震荡，这个传播的距离是吧？对。然后距离，它的可观的效应是什么？就是说。就是它会影响，比如说，因为你的风度跟你的距离是有关系的嘛。嗯。那如果你的传播距离改变了，那你它的那个震荡的不同成分的那个风度就会不同。啊，就可以。那个正弦曲线就有变动是吧？对。你首先你要一开始就有一个基准的波动的曲线啊，对，引力波因为它不是持续性的传播嘛，就是说，它来一趟，比如2015年9月14号来了一趟，然后再过若干年之后才再有一趟引力波过来，所以，你叫那个你偶尔观测到这个东西，是吧？你把它解释成引力波，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就是说，一个天体事件，激烈的天体事件发生之后，就像你在池塘里，你扔一颗石头，这也可以这样。啊、就是我的意思，如果你引力波的那个，这里还缺了一个。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正弦波。如果你现在的 L 是哪到哪的距离？就是一开始没有引力波的时候 ，L 是哪到哪的距离 ？L 是圆，就是圆是周围的圆。圆你是现在当时太阳的。我有两个候选，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太阳比较，就是一个或许是，比如说一个反应堆，和一个加门检测器，或者一个太阳或地球上探测器，这样都可以。但是后面发现的话，应该距离越长会越。它其实这个东西吧，因为引力波，我觉得它这个距离啊，它跟你的质量好像是有关的，比如你太阳和地球啊。质量是不是很大？你引力波对它们之间距离的扰动会不会很微弱呀？但它是空间的那个。你可以看这个计算，因为距离的计算是度规乘，反正就是度规，然后乘上观测的四维速度1000再乘一个坐标差，然后积分，然后它关于你的度规是依次的。
吧。但是就是说你整个的距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相加，这个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平直的度规，再加上由于太阳地球这些引力的，但是这个本来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又一直在变啊，因为地球绕着太阳的椭圆运动嘛。哦，嗯，我是假设，比如说公转周，假设我们对这个了解的很清楚，就是假设，那你或者更粗糙的假设，我们就假设这个持续时间要比公转远小于公转周期，但是远大于你的那个，比如说探测技术的那个一波过来的时候，这个持续的时长很短，就是这个。这个距离之间本身因为这个公转影响的可能还不是很大，这是这个可能得做一个数量级的估计。对，因为它也是在变嘛，地球绕太阳转也是在变，你就是说引力波出来啊，会扰动你的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是吧？这个距离会引起中微的震荡，那个曲线的变化，对吧？嗯，大概是这个，但是它本来也在变。所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限定了，只是限制了你能够测量哪个波段，比如说你这个正弦波，或者一个就限制你的那个引力波的那个持续时间。它不是说，因为我们后面刚刚分析，因为看到，比如说你这个圆，日地距离500光秒，它那个波动范围有多少？它椭圆是不是也是近似于圆？近似于圆，对，我感觉好像是啊。就看你这个引力波是不是？但它也不完全是圆，不完全是圆，对，有点点椭。因为它有近日点、远日点，哈。对。要尽量的做一下那个数量级的估计。哦，数量级估计大概做过就是。嗯。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正弦波考虑吧，因为讨论它波长周期什么比较方便。然后比如说我们 H 就是引力波，它的波长是兰姆，然后它的周期是 T， 它的频率是 F。 然后我们还定一个，比如说 这其实都是一个参数嘛，对，它可以用，对。然后这个圆的距离我们叫 L， 或者加个0吧，然后就这个距离，然后 T 是等于 L0 除以 C， 就是中微子大概的传播时间。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距离 L0 大约就是500光秒，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周期其实是要远大于500秒。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刚才说要讨论，忽略掉公转影响，我觉得它应该是要远小于1米。我想这个范围之内还是比较大的。哎，远小。这个远大于500秒，那就是它的频率是千分之一，量级，千分之一赫兹。那引力波这个距离的那个不是会变吗？对，因为它调是引力波导致的调调。哪个？如果这两个量级类似的话。哪个？就是譬如说，但是好像就取决于引力波大小，因为从你这个距离，这个距离都是会变的。然后引力波引起，然后距离会变的。就是你有一个，对，然后就相当于对，我就说这个数量级比较小，整部分和一个波动，数量级到底是什么程度？它，那你的距离其实跟你的整体成正比，所以跟引力波持续的时间有。那现在你对它的估计是多少？我还没做。对，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你现在有 L0 了嘛，你算出是光传播500秒，是吧？调查如果不是微弱的话，你这结果根本就没干变啊，没有任何可观的效应。
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的吧，就是说你限制了你能探测到多大的一个波而已，就是特定频率的一个波，特定频率特定大小就特定整幅，这个整幅包括许多而且你这个你这个会那个比如哦，你 h 妞妞你要足够大你才能改变你的幺零，对，哎，当你太大的话你就破坏热传进次了，你要在热传近似仍然适用的条件下，哎，你不要又可探测，嗯，又是，处理好啊。我们继续再算一下。对。就我觉得要看这个，就是德尔塔 L 这个变化，它。要到什么量级对这个正中微子的震荡会有明显的这个效应，就是要看这个中微子，对，我记得那个震荡是跟这个 L 有关，可能还跟它的能量有关，能量的话那应该就固定了，因为这个太阳你不能改变它的那个模型，所以那其实就是一个跟 L 有关。我觉得跟这个持续的，如果是这种突然一下那个很强的那个引力波，就像 LIGO 探测到那种的话，它那个持续时间应该很短，估计这个公转的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大，不然可能 LIGO 它要考虑地球自转的这个影响。但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就是你中微子要数数的嘛。你说那个就是你对那个数量的那个。你数数所用的时间，它要比你的持续。就你比如说你的实验数据要达到一定精度，你比如说要数一百万个中微子，你需要比如说10秒，你的这个关于你的分布测量就纯粹从中微子。如果只是提这个方案的话，你不用考虑那么太细节的事情。我也因为未来太细节，精细的那个技术会越来越强，是吧？你先那个做一些定性的估计，就是说然后做一些粗糙的简化的模型的估算，画几个图就可以了。就是说理论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可以，应该如果把它当光速可能可以就仿照 LIGO， 就是看它那个应该可以把 LIGO 那一套就搬过来，包括那些距离的变化这些。对，先去那个掌握一下它那个计算啊。那个 a first course 那个也有讲的那个，对，就比如 LIGO 那样的一个圆过来，然后在这个的效应是有多大。